咱地方的这个综合生活班。这个综合生活班呢，也、就是咱每一个月一次的这个班次。当然，大家知影，这个综合生活班呢，就是咱爱上分析的人才。所以今日，啊，这位人才是来自于阿兰花莲，而且有福缘的。因为有福缘的，会知啊，阿兰关先生、关太太、阿兰吴太太，就会知啊，八点外，他就开始在开车，开了过来点钟，开到五点。咱大量人口的所在，当然，每年七八点钟的这个路程啊，不会嘛是讲，照着伊这个轮廓，照着伊所要求的，你家己讲为啊，做一个啊，这个互相经营。当然，伊轮廓的当中，啊，就是要互咱各位。会当真正去对咱的心性上啊，做些提升。尤其学习，学不是落去一种咱的这个小学，嘛不是落去学术之学，因为咱学的是叫做性学之学。性学之学，因为咱学校的迄个教育是叫做文学，所以咱请学术官，咱个讲叫做文学研究，叫做文学研究，文学研究。哇，这个人文学真好哦，这个人是一个博士哦，这个人是一个学士哦，这个人是一个学士哦，过去。在咱学校几十年代、三十多年代当中，那伊刚好一个科技大学，咱地方的村长、地方的议员、地方的这代表，哦，啊，就写一条的时阵啊，去安怎，啊，就去因啊，因为这个厝的头前啊，就大家讲有无？甚至还讲，去到七十多到十年，他们迄个他都没讲。哦，啊，就讲讲，阮大家当中有出一个学士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即马有真正个学士，他就给即马大家全部拢是学士，敢有意义呢？恁后生啊，搁了大家教人去恁厝里家打工做，恁后生啊，搁了四十教人去恁家打工做，那是无啦吼。所以你自然即个学士内底当中，就渐渐以咱人的生活水平。拢慢慢提升，在咱人的这个意识，在咱人的这个学习，拢开始一直要求伊较高学历的物件。但是咱了解当中咧，在咱过去在低学历的时阵，到进高学历的时阵，我请问各位，较早低学历的时代的时代啦吼，咱的治安好，进高学历的时代，咱的治安好。咱各位，较早早起行业的时阵，咱的年薪差不多点点吼，也无咱抢劫，也无咱偷工，也无咱要做，哦，讲到尾了，咱做一个差，讲到到真正的时阵啦，咱就咧小弟甲欠钱啦，咱为咧小差啦，即马抢劫、偷工、包票，对无？反动一大堆，即马咱想。行业愈悬吼，行业愈悬啦。那时候，操办那时候底薪那是愈亏，啊，你做歹代表方法，迄叫做啦，叫做地底型的犯罪啊，叫做智慧型犯罪吼。啊，那安尼当中，应该咱会使讲叫做智慧型的犯罪，咱会使来解释叫做注视型的犯罪、地线型的犯罪、地线型的犯罪。所以，较早咱哪个行，迄个行业的时阵。我会记着，咱做人点点事实，那对父母的这个孝顺，会使甲讲
大家对爸母非常的这个关心，嘛非常孝顺。好、哦，由于过去，哦，这个阿母阿母之间嘛吼，会使讲，若讲若嫁你某某家，就是你某家的人，哦，嫁阿母对，那对嫁爹就对爹妹，啊，嫁到嫁到走，啊，嫁去嫁的，啊，家己走掉了，即嘛无人要安尼啊，感谢你吼。因为即嘛是哪，即嘛就叫道德沦丧，做得啦。道德能力，因为无去啊，沦丧就无去啊，已经叫无去。啊，所以真难去学，真难去社会当中去认定，你学学习不完，因为必须这个底线。这个地心的心，这个地心换一个词叫巧，变成咱人变巧，不巧，叫做巧心，巧巧的人叫做卡，巧巧心，对吧？巧心，啊，巧心这个巧，就换一个词做技巧的，哎，我变你。我要喊你的时阵啊，我才提脚趾走，对不？我无要做啥物，提脚趾走。哦，那我会跳就着跳的，那我呐，讲有只喊你撸啊，啊无只人呐，会撸我，大家拢袂到出息的吼。无只人袂到撸啊，啊伊伊的这个跳线，伊这个跳已经生出来，这个线，这个地线的线跳已经生出来。所以无要你吃亏啊！所以无要你吃亏，就是无遵循着咱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咧行。啊，这道德文化咧行，是因为你人拢遇到这个挑战内底当中，你脑里面不识电流，你不识电流，你识电内底当中，就正下迄个叫做政治，迄个叫做政治，即款政治而已啊。啊，这款政治了去当中，伊这款政治会走轮回，会走轮回，会走轮回哦，轮回，伊走轮回去啊。好，比如讲，因为咱人这个心想要卡心了哦，咱人要来看，你们相信无？较早我来做就简单的比，较早咱的老爸啊，咱的老母啦。伊食较老，咱做人惊伊个事实，甲伊泡面、泡水啊，甲伊、甲伊呐，甲伊摕面巾来洗面啦。咱做惊伊个事实，甲伊洗身躯啦。哦，安尼分担、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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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担。哦，靠，父母教法，虽然咱经济无解好，不过咱要了解事实，为在父母身躯边改教法，做好势，对不？但是即摆阿妹。这个人不会安尼，因为这个跳这个线，这个跳已经跳起来啊，他这个道德已经无去啊，所以跳跳生出来，但是伊这道德了无去啊。嗯啊，不然人不了了，去老板遐吼，服务员遐请人倒来听，遐请我们来报销，对不？好气啊，我气我，伊一跳起来，一跳起来，这个人已经安尼哦，但是因为伊一时。因一时闹呢，因一时感觉哦，我安尼较快活，好，我唔免这担心，我唔免这痛苦，哦，啊，不等人我去同伊交税，人也做好，但是伊无了解，因这个时代遐偌痛苦，你知影无？伊无咧管这物件，偌痛苦你唔知影？迄个痛苦你无人知，迄个要做哪样？你有明白无？迄起个卡手啊！我给你包了，我给你贴了包大人啊！
真正感觉没意义啊。啊，是当你啊深入其境啊，深入其境，你敢知影讲这个可怜甲个痛苦？我绝对无骗你。别说是困难甲开支啊，我听讲个啦，啊，痛痛个，我痛痛个啦，啊，规身骨扫唔干净，扫唔干净，我挂嘞。哦，啊，水饺挂个海草，这这死性了。
所以先生附和你讲，讲久病也不好做啦。啊，咱老人讲，啊，我呐来看袂当，袂当命啊，袂当一个老倒去。啊，袂当，我较会当先讲，但是天天袂当都拖得过来人。但是因为拖得过来人，当中恁甲思考看下。哦，咱个尊严伫底，振作会袂好来讲，啊，唔通学囝咧麻烦啦，唔通学囝咧操练啦，唔通学囝咧安怎？好，咱做事大人哦，咱做事大人，啊，咱替囝咧解释一点道理哦。囝替咱真正来讲起，完全是就是真正甲道理明白哦。但是咱做事大人，我那是要对囝咧解释哦，有无？那是啥？因为我遐几日啊，才听一个结果，才听一个结果啦。哦，讲有一个某某啦，哦，讲因囝，讲有哪什么垃圾的囝，啊，讲因老母叫吊风队，哦，叫吊风队啦。啊，讲的时阵啊，讲垃圾的囝无哪要饲啦，杀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杀到第尾，啊，无可能在杀到老二啦。老母的金钱，那差不多把它送了。啊，老阿弟当然因为思想在这当中，一定伤心、会伤囝嘛、会伤孙嘛，这是必然物件。我有一间在当中吼，我现在当迄个老，我切啦，迄个老大概，迄个早大概就当了，当了就无啦。啊，当了我当银囝啦，银囝的时阵啊，干脆不弄还，伊到门口看好了，看好你知道无？你来这里过来看好。你看我囝来无？你看恁囝来当爷？哦，恁囝来当爷，伊目屎都流。啊，无你好伟大。哦，啊，无你好伟大啦。啊，阿无讲，我囝毋知是咧无闲，啊，太难啊，无来烦我呢，对啦。烦呢，啊，所以就替囝解释讲，我囝可能较无闲，我袂当。因为做人的父母啦吼，就是永远对家己囝儿一个爱。但是囝儿就是一直对父母当中，一直咧无停到无断。因为伊对伊的囝儿实在管我较好势，对伊这两尊菩萨永远就那么少。只管因社会无停到无断。有影无影咧，咱家己思考者。啊，咱囝听道理，听道理就是咧听啦，免误会这个良心的本性。这个告出来，良心的本性，他这个人每一个都是良心的本性，这个人不起来，这个人不起来，咱家希望好了没有？希望好了没有？唔免那话，当然第一点话是我咱家己自身的公平，哦，啊所以今日啊是啊，终于谈到有义了哈，今日谈到是来花莲啊，但今年还没来谈主义啦哈。咱华联夫人啊，这个道理啊嘛非常的好哈、啊，所以呢，因为使讲今日啊非常的辛苦，使八点外钟的车，去到到十点钟，来福建外钟然后是上午餐哈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上课是咧讲辛苦，不是咧讲哦提升啊方面哈，当然这点外钟的当中，咱在外国大家能够开地位，啊，那嘛是真好啦哈、啊，不过现在同学一段时间。啊，我唔爱接我的时间，直接代表啊，最后祝福各位大家身体愉快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
少，如果讲咱好啊，有啥物唔对，或者是不足的所在，啊，盼望咱点样处啊，咱各位真来改变，咱家好啊，保佑啊，指正，啊，这是咱好啊，是盼望的。那大项呢，第二个呢，也是这个题目是神经甲地理关桥。
所以上天个带来地动，所以咱过去个样，它是这个场地是很关照的。这个是讲一个栽花的，那你当过没有？那你当管理的一切的面向来强调，那么对内呢，你当过没有？家己的做事，心情不乱。但是讲，咱对外离开了面向，你像内在的心情，丝毫不乱，很安抚，很安抚。大家好啊，我无尽量，那内心不断的在变改，那就是叫做想念。就是讲，我们各位想一想，咱拢想要做大件，对有做大件来面呢，也安尼建议呢，大家拢就了解。那么，希腊的哲学家，希腊。好，一个苏格拉底，啊，又去泰坦一个客栈的储备，那客栈储备是就咱讲的是安尼嘛，所以，那个娶的国妻，耐久心是不行的，啊、哦！不过起码，那个是用文采来做，说起码不起的，然后来做来做，然后起码做工就可以了。所以，对不起，有人就问讲，问苏格拉底啊，问讲，你太太真歹哦，真恶。你来当兵来，你来当兵来，那么原来哦，伊讲哦，想要互咱个吃食啊，搁较经济，起初，这吃食哦，要搁搁较经济。假设你能够他讲经济的，别安装一个，啊，起初嘛，别他讲经济的，你村里都啊，那种粮居哦，人家自保千里的，所以苏格拉底来讲，伊讲，哪怕我那假设够他讲经济，我村里压力，我都怕很多，啊，你讲，他说这家店呢，你如果能够驯服得了他，你给他好的兵权，啊，那么你就是天下无敌。所以讲，那过去干，这苏格拉底离开，这些突然的各山起飞，啊，我说他太多呢，你还不要，就是你，我得长嘴，把你头发剃完了，那个短的，那么边上这一块呢，好看你怎么样做解释。你讲冬天呐，当然冬天要会落雨啦，好嘛嘞哦，你讲哦，这是冬天啊，所以讲。苏格拉底呢，他为什么会成为哲学家？就是说他平常他有锻炼那些安定之心，
就叫安定，你种定的也是，吼、哦。搁再加上讲明运势，有一种真正冷静的观察，必须的方面，所以需要咱未来人成就一位啊哲人、哲学家来一个。所以王天来讲，我要得效，所以心静安，我就得效。心静不乱，不静不静，不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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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静，好，看起来就变注定心不乱，就是今天呀，这方面来讲来讲。但是你话影响就少了，咱内在的信息自然就可以了。哦，可是咱别话影响不落一切上，那么咱内在的信息自然就可以了，别话然后就改变变变变。所以讲咱的本性呢，咱的本性本来是足正。清清廉廉，只是因为你不着华严的时阵，拢分分只要这样诶，啊，失恋，有一种失恋的念头，哦，这种输给的念头出来，啊，就是讲，咱是输着输入所去不着遐个，遐个点，哦，输入所无一点。那么，伊来了了咱清净廉洁的上本性，所以咱若是当这个一切外境，搁当保持着咱家己自心不乱，那咱法律来说个，你有其实真谛的话，那他做产品里面也是这样子。坐下来并不是讲坐几十分钟的伫咧遐，哦，咱坐下来就讲真正的想，其实。但是爱做到安怎？伫个外境上咧，你安个未着想，那么安尼叫做啥？而且伫个一切行住坐当中，哦，咱拢会当真正自在无碍无所障碍，那么这就是啥？所以我今日是，我以一切善恶应该信仰去念佛一切，然后对念佛心不动念佛心。所以，那这样都可以讲，真正的这改变者，真做也假做，啊。那么，凡是讲咱只有讲这两只，把这片片啊，哦，底下几十分钟，那那不叫真做也假做，哦，甚至讲也是那个问题嘛，问题。啊，只要未来呢，耶稣拢找我到我去，像一寡，哦，甚至不用担心。我讲我今日要看到的，实际在是讲，哦，我的，哦，哦，股票方面能够赚多少钱，那是不一定，说不定，哦，未来那可能加钱。那真正的这是要是讲，就是讲讲，咱伫咧每一间十二个时辰当中，凡是行诸多哦，属于一切的动静，达到那犹如泰山不动的哦，而且我断事的。做的是啥？眼耳鼻口，但是眼耳鼻口不离外境之内，达到每一个起心动念的，拢会感觉都特别简单。所以做事实上有的真做跟假就是这样，好，也当如如不动。那咱讲一个小点，讲一个姓张先生，一个禅宗大师啦吼。咱个禅宗大师马祖慧，马祖道义。那伊自细汉就个去南岗吼去参禅，那为。每一天很精进，足正认真嘞，哦，非常强大。那住持的心呐，白羊大师，哦，白羊大师，白羊大师呢，看到妈祖会，伊的英语足好嘞，我听讲大有可为啦，可造之材，所以讲有滴讲嘛，说你来咱寺的参禅，那么你规日伫遐哪做久嘞？你是为了啥呢？他说呢，想成佛是吧？
他想成佛嘞，白龙禅师伊就去去见僧仔来看，啊，妈祖做一遍，就感觉真放弃啊吼，我去见僧仔来看是不爽啥，白龙禅师，白龙禅师讲，请问师父吼，咱去见僧仔来看是不爽啥？啊，白龙禅师呢，来讲。来给我做镜，那后世知影讲吼，可怜的甲冷水面，安尼就出镜，哎呀，就可怜。然后后世做无的，所以讲得镜，哎呀，哎，所以你讲怎样，要来给我做镜吼，应该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啦吼。所以讲你就先放弃，讲我怎样会有让做镜，安尼比较不可能，我怎样来让做镜，所以搞到成，把杨先生都给伊讲，啊，你底下当时我你干袂干辛苦。所以方舟回来，自首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是这样做，啊，好像禅师呢，就来做些毕业的嘛，吼。比如讲，牛的拖车，那么这架车的名，你到底是要拍牛货，还是拍车？做些毕业，所以因为哦，学佛并不是讲大家毕业呀，只在打坐，只在一个执着的一个坐下。而不见大大的话，那么一说不做，好像，不见他的一个真那个人啊，所以说，啊，为了马祖道里面，经过了咱的白龙禅师一教，哦，经过伊的学习了，那你还成就了啊，咱一代宗师。所以我们祈祷呢，要习惯明心见性。那先决条件要怎么样？把我们的心先定下来，定就对了。所以大学里面的五个功夫，第一个就是定，知止而后有定嘛，料啊，气能安人立人格，所以讲我们好的很多是好聪明啊，将来我们道中的栋梁非常的好。所以心静就心定，书呢静就表定，所以做见本性约定，做见本性约定，所以。定呢，啊，什么呢？定力，好、哦，心有所定，就是讲有方向、有方向、有目标、有志向。咱佛世尊嘛，咱起誓，啊，佛世尊咱起誓，天地间有生之鬼，唯净则人常得出。啊，天地间的真清净，唯净则观得出，观得破。所以说，一个人那我无清，吼、哦，静下落来来讲，吼、哦，就真容易被外来困扰，带来的利益还有利弊，所以平安静下落来。所以，我们一个人呢，能够常常静观，吼、哦，静观。一个人来当静观呢，就是讲对咱家己来讲，对我们自己来讲，欢喜静，欢喜兼顾的对。那对事物来讲呢，就是讲探索、观察，对事物而言，探索、观察。所以静中静，非真静；动中静，方真静。这样子讲，咱希望都不是，咱也简单，咱经营讲，咱我们道学呢，真的后学的看法来讲哦，这样子在这段时间里面，然后看起来我们各位道学呢，是来讲的，然后就来，就是
讲咱生活无呢，我会用闽南话来想，哦，包括讲咱后下伫个啊，是讲流行内面吼，咱好想讲去做家己啊，比如讲瓷器哦，它的修为的话，就是说哦，在某一个方面里面，闽南语比咱有没有创啥呢？哦，干活啊，哦，完全直接完全不说话的，那么。我们各位道歉呢，大家拢哦战战兢兢呢，你这个凡尘当中呢，你按怎样去调和家己的角色，哦，这就有了，非常的舒适，哦，非常的舒适。所以怎么样来让常常静观自己，哦，回到我们的心平气和，哦，平心静气。所以小玉蝶说万物静观皆是德，万物静观盖主地。观呢，是由定静、定静的功夫来力去练就出来。那么，那显定不要乱来，禅定来自自处。
咱做一下清扫嘛，清净嘛。但是登记到厝了后，就感觉讲，哇，我的心就乱了，我就平静安尼就对啦。所以讲，要安怎样在即个烦恼的世界当中呢，会当保持一个真正清净纯洁的心，听。访问他，伊讲请问啊吼，你这个花草啊，要保持个新鲜的方法是安怎样啊？你插进这个花瓣内，这个花是要安怎保持伊新鲜的方法？哦，伊种花啦，我们就解了解，真简单嘛吼，咱逐天来换水，哦，把这个烂去的根呢，把修剪断掉，哦，安尼，哦，可以袂当卖高低吼，这个水得修复啊，根烂去，安尼就我继续继续。保持是这样，所以有的相处都会讲来，哦，做人就是这样，对，哦，就是不断的，哎，吸收着咱大众的，哦，咱一个性质是关系，保持一个纯洁心呢，伊的道理嘛是共款哦，生活一个环境，咱生活环境就敢若是这个花瓣的水，哦，那么带着咱的花，所以咱不断在一个心境。所以说，我是想一想，咱好想诶。事实上，我刚才讲诶，我那两代都用诶，是为咱各位前辈者，各位前辈者，甲咱互相不断鼓励，安尼，互咱互相敢能够走入一个正轨。那我是啊，我啊，是该会感官然后，那边就欢喜就好，能够那边想起啊，感谢安尼。所以讲，接着是讲，不断不停的进化我们心。那么会变，会啊，改变咱的心情，咱的心病，咱的东西，所以讲，咱把咱发掉了，把咱无正当的心量、心量来戒掉、改掉，安尼哦，安尼就当是啊，能够这个花的话是很新鲜，那我们人呢会有所提升，会更贴心，所以心中想要追求花一样。这个禅师呢，啊，刚讲啊，禅师就很开心，所以讲，讲去啊，以后机会呢，让来咱啊，时来面吼，会有一种很宁静的生活啊，那种啊，享受一些晨风暮鼓啊，哦，不离方向的那一种生活啊。那事实上，这个禅师都改过了哦，伊讲，事实上呢，你的呼吸，你也好变，好，一进一出的话，我们那个就是。也是一种，哦，也是一种观察。那么有脉搏的跳动，它是我们那企业啊，中午的观察。事实上，希望让人啊，不管你敢以为做这种境界，啊，哪一个地方都是无尽的，哪一个地方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我那个也还不行的，不喜欢这个。所以，高点来领导，恭喜股东。热浪场中做到强，热浪场中做到强。所以讲，咱修行多呢，不会点风直接就像以前的所在。你这老年这老年所在，咱就当做咱改天改地要去做的那种，哦，安尼。只有咱咱改安尼呢，哦，时下方面，放下那些风的，放下风的，抛开，哦，抛开那些杂念，就是不该找的，咱就把它放下开。哪一个地方不宁静呢？就不一定讲啊，咱就爱去学习。所以讲，咱的心若无宁静呢，就是算讲，予咱伫个青山古道，哦，啊青山古寺，哦，安尼，感觉嘛是我都清净了吼。所以咱就爱保持一个真正清净、纯洁的心，啊，心净、纯洁的心。所以讲，咱就是伫个享受。嘛，毋是伫个时间咧，任何一个时间，任何一个时刻，哦，任何一个因素，只要从咱这心、这空量、哦，质量来修掉，时间日日损之，哦，咱就要说讲是讲来之日损，哦，会当日日损之，损之无为，哦。
是不想听。小孩子我想听，好，举例来说，隐珠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好，隐珠者浅，隐墨者黑，好，这个，好，花莲的原住民哦，对待地方民众看地方公那就挺重的，我是原来住在那边的人民啊，你就进行这样的原住民。但是对待业务面的感觉是错个的啊，所以做派的工友要去应用啦，就这样啦，啊，那做好的工友要去应用吧，也无可能简单，咱话拢会听个，比如讲，当然，外规管啊，迄个烧酒，或者是讲要叫你创啥，哦，就简单。啊，那应用反而较好诶，比如讲，哦，咱做一个上亲近诶一个事例的话，那咱爱讲伊咯，就讲咱华个小朋友，伊若叫伊讲哦，我遐有三缺一，你叫伊来，伊绝对看你有存在诶，哦，这一点是不够。但是咱华人咧叫伊去活动诶哦，哇，就可以叫伊去，所以做派诶，要去应用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做好诶，要去应用啊。无遐容易就对啦吼，除非就是讲，咱有超过自我上限的功夫，自我产业的功夫，而且对咱世俗的代志呢了若指掌，安尼，那也不是的。但是在咱修道人的灵魂当中，咱修道人当中大有人在，当然都有一点改变，然后心安安吼，这种法相吼非常庄严。希望咱大家拢想来做些重点安尼物件，所以，因为安那因就是修持着这上定自心非常的清净，第二用法印来说了然，好、哦，而且不是以众生的代志做家己的代志，比如咱这样说嘛，哦，用电脑比如咱听的机会，你安怎样啊，做好来修，是个危险。而且以感化众生为依，这是他的目的，对不对？刚刚之前有七力禅师、七力禅师，七力禅师呢，就是些慈悲哦，相加的这个方法。那么南无七力禅师一点点。如果有一天暗时啊，就去中道，去摕一支刀仔，吼，去甲七力禅师呢，去甲，吼，抢一个对，吼。那么七力禅师呢，如果好伫个伫上经个对个，爱去啊，起起来，那不爱念。那么七力禅师呢，吼，起起要念念，我继续上经，安尼个对个。所以讲，他很自在这样子。那不止要问呢，要问啊，唔通我讲老诶，那我就搞花钱，你不拢讲你哪里在啊？所以讲，那些人呢，只要搞好的钱要来找，我们简单的事，有爱不睡的要多下钱，哎呀，积善是嘛，所以讲这样，说这强盗这啥这哦，啼笑皆非啊，这边那边好玩的。那经过无比讲，所以才派来钱来做这哦，然后派到我们那边，派来钱来做这哦，有咩可以我们聊聊。那经过有新闻了，审问了以后，那七力禅师低调一点，哦，受害者对了，那传讯来，哦，来传过来对了，哦，来问啦，问了啊，那七力禅师也那个，这样的哦。不是中国的，是台湾。经过我了解，我知影是讲，确实
那么他们被造的起床，然后把它说服起来。但是，毕竟，吼、哦，用过就是用过，有讲下物件，伊就爱想办法做来生产。所以，那这个用过呢，伊就去换一部出来了，伊第一件来是去做啥？去蚕丝。因为伊就是安那，只要有他收入做多的，你看嘛，因为禅定了，就是讲，伊家己心灵上感觉有自我，经过去禅师安尼家己点化了后，哦，伊认识了讲，伊家己真真正正是实体，真正是实体。所以去禅师伊运用了安怎保养，哦，你一般人来讲啊，你甲我提这物件，我已经甲你送去看卖。伊这是讲，即卖介侪人吼，咱电视内面一个所看来讲，你甲我看下物件，我甲你讲是，我亲像咱大人吼，是好一个地然后，哦，你是来讲，还是来讲，哦，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，然后他后来就变成最后的一个结局不可收拾，也给我看，哦，其实。听伊讲啊，那起码来讲，变作无情无义，哦，就是变作了这种业力和牵缠。所以去禅师的时候，他一运用了伊家己的包容，哦，伫回向当中，各位当安然处境，哦，通过迄个叫做对啦，而且可能应用了迄个中道，和迄个中道呢，伊家己当改变了。也是用来说的，而且真正伊修了一家己，啊，未来伊家己有哪有成就，真正成功了就成功者，吼，就是成功成功者。那么还有一项就是讲，有一位波罗门的佛陀，吼，伊去请示佛陀的时候，佛陀要解决着伊其中一种的疑惑，疑惑。婆罗门解问，问佛陀安怎讲？如果我无要问讲不出的物件，嘛无要问讲不出的物件，那么请问那是什么物件？我这个很复杂，我不问不可以说的东西，也不问可以说的东西，我安尼安怎？那是什么物件？结果佛陀听了啊，全部话嘛拢无讲，一个字拢无写，拢无回答。那么，干那工地伊面头前啊坐落来，那波罗文呢，哦，伊外头看到佛陀这种的异动了，哇，感觉真赞叹，佛陀大慈大悲，哎，哦，伊讲一个听我不要的问题，就解决了我疑惑，哎，哦，给我一旦开悟啊，哇，那些奇怪的哦，所以就合掌顶礼了，礼归伊，那么也有。是不一样，安尼做只，就感觉讲真正的奇怪，对无？去请示佛陀，请佛陀，不讲迄个佛陀，伊是如梦了仙女，看伊安尼个，也无讲着啥物一句话，也无啥安尼，足欢喜安尼就推着着啦吼。伊到底是如梦了仙女，所以讲佛陀就讲。回答安尼真正吼，然后开悟这个代志，有当咱亲身下。世界上有一只足好个，看到伊主人，伊主人行行了后，知影怎么走。这个是来讲，可以讲一点隐私个代志，隐私啊。所以想呢，因为实在是一个问题。只要咱会当，咱个本性会当较好。合一，甲天合一，啊，那个一个举动，一举一动内面呢，都拢这样子想。所以，外头所以所讲的，未，无要问别人你讲的，嘛无要问别人你讲的，那是啥物事啊？自然本源，众生的事。
就是不是也不如我们丢，所以刚才很清楚，当时在看那个啊《达摩传》，《达摩传》呢，甚至当时达摩祖师被传授，佫发了火，神光二祖的时阵，哦，那么伊所问的四个念珠电影，伊所一个一个问了，经过啊神光二祖的时阵，伊拢无讲话句话。哦，像安尼顶礼安尼去念，南无祖师，我们讲一丢一丢，脆一丢啊吼，所以我感觉做为是神光二祖，是讲，今仔日有古的啊，祝福本愿者，就是讲一定达到上天的最远的一个境界，所以讲，伊的心，甲佛的心呢，相契合，相契合，所以讲，伊阿婆。其他的文字啊，也是多余的，那是一心一心禅定的功夫，禅定的功夫。这个给咱指示，是讲修罗人的地位，不是在青山古洞顶点啊，
伊是伫咱生活诶周遭边，咱亲像咱从各位先生讲，确实讲咱若伫周遭活动诶，咱诶面面吼，伫诶内底去展现，够有可能，也是，咱就是讲伫咱家己日常生活当中，要安怎去利用，咱做上个力量，就是上实际个力量，所以人诶真个是。内在心灵呢，哦，本来就是一种真正宏愿的存在，哦，而且真正具有的一种法相，哦，在咱心中呢有储存一种啊一寡能量的保护，能量的保护，这种的话吼，能够啊无穷智慧与慈悲的力量，它是讲咱要怎样去安怎去善用这个力量，哦，这个力量。不但讲会当转化咱家己本身，佫会当去转化周遭的人，准哦，我叫起来。我们要怎么样自己把握这一个力量？所以咱心灵上，要安怎样来去超越，要安怎样来去突破？那么突破困难的那个这个利器是什么？就是智慧。突破困难的是利器，所以利于对让啊，他的生产线、变现线线呢，那就是讲无所挂碍，啊，无所挂碍，无主观啊，也就是讲会当空白其心，空白其心，然后讲让心能来放开，放开，纳怀善于心。刚才是大海的话，大海能够纳海川，啊，也啊，那溢川呐，啊，大海溢川，所以啊，以前的哦，在日本时代，就是大师有一个南野大师，南本大师，南本大师。南本大师，咱南本大师呢，伊个人足巧地，而且伊个德行足高，哦，足有德行，而且他很有智慧，做人又够幽默。有一天呢，就是讲有一位呢，即个满腹个英文，哦，但是他傲气十足，傲气是讲在阳光冒气的吼，哦，伊是做个即个大学个教授。他是混菜，哦，一混下，混下呢，那么南野大师呢，伊无做业个，伊就干那做一个鬼啊，哦，哦，一边呀，这边头前，啊，地个地来呢，就是钱，钱就买迄个保安出来，哦，啊，那你南野大师呢，他不管，动作没有一回事了。啊，就有一个老师，哇，快灌出来，这边怎么用？师傅说，这第一个灌出来的，哎，那么南野大师呢？第二学生呢？现在呢？啊，若无其事啊，呢，啊，无介意，若介会用啊，呢，介应接班了对啦，吼，慢慢习啊，呢对啦，吼，就会讲啦，讲，一个咱一个人啊，吼，如果亲像，迄个鸡啊，安尼感觉，一个人如果亲像迄个鸡啊，安尼。干那低温着伊家己个即个看法，吼，拢家己伊家己个看法，就用惯出来个，所以讲我就接了大汉个意见，因为万教顺嘛，然后千受益满招损啦，吼，是安尼，所以讲若无把迄个杯个水先倒了了吼，就干那咱一个人。很自然的时候，你若无把迄个锅皮吼是一股淡掉，就无法度去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意思不起来，所以讲他就没有办法去说这样，这样子，那么对，还告诉我一点，那么还是相当惭愧，
所以讲，咱人际，咱人甲人对人当中，拢是啊，要甲家己呢表现讲家己的观念，比如讲不容易进行啊，人意见安就对啦。在迄个空间，除了你家己的声音了，是毋？哦，是讲你讲来讲，你家己意见意见，那么你说的，三万多，啊，也结婚呢？也是算话，因为你就是你家己的意见嘛吼。所以讲，那咱落来后边打破自我，慢慢的去摸一个概念出来，来让吸取大众的智慧来。所以讲，咱呢，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呢。咱家己心是讲反求诸己，反求诸己。反求诸己，好，你来讲。那反求诸己的话，摧毁咱对咱清净的自信。所以讲，我们如果没有反求诸己的话，相信啊，我们就不知道说我们所做的是什么，那必然让你们去做。所以说咱是个人嘛，两个人，我们要有欢喜心，欢喜心啊，欢喜心是啥？那就是讲，咱看到什么人，看到什么，当然就是欢喜。所以讲，社会因素咱是无讲介严重啦吼，但是在咱修行学道者来讲呢。讲到是这样子，他的心态都是这样，好，我们希望欢喜，而不是说他去看了什么呀，都不管，看了什么呀，好，都不变，看了什么呀，不好，不好，他不然呢，万物皆道，那么那是什么？魔心啊，哦，你若无欢喜心，就变成魔心啊。哦，所以讲，咱在讲修行咧，伫个经文当中，哦，修行就是讲，咱伫个经文当中修。但是咱听完经文了后，但是啊，我们忘了我们自律的一个功夫。自律的功夫，咱要安那以后就一步一步来改，哦，越做越改。那我自律，那啊，讲起来就是说，凡夫俗子，凡夫俗子，我是你，可能从个性安尼聊聊啦吼。所以讲，当当咱看到啊外在无完满的时阵呢，迄个时阵就啊反省出咱家己的心，心境也蛮无完满的啦，啊，那么这是咩呢？把咱心先静下来，反求诸己，唔管咱家己，吼、哦，为甚物咱会无安稳？是毋是咱的不足不足？吼、哦，为甚物办无安稳？所以讲咱过去啊，伊好些个感受，然后过去也感觉讲有甚物，几一个病然后有赖赖然后，伊然后啊，你这个怎么样子？哦，我是过节的时阵哦，做什么？对不对？讲这种很直接讲哦，家己讲无感觉讲家己多样唔对咧。哦，讲嘛是我对啥咯？但是今嘛唔是啊，我们要反求诸己的，我要安怎讲？问我家己为甚物会感觉讲啊，足正无安稳，足正难过，或者是讲你心内有甚物挂碍的时阵，是咪咱家己多样唔少，多样唔对所在，反求诸己。哦、所以修行安怎无私，哦，无私无欲无贪，哦，再让它去人心，去人心呐、啊，去人心呐、啊，哦，显大心，人心。这人心啊，一条呢，这朵心在里面。
也当有智慧，啊，所以谈真的来讲，就是人心放下，好，道心现。目前形势变化有点多，好，你看。只有往外看，没有办法，不知道，能够啊。
所以讲，我们知道祖先国是人类，这些华人的。那么祖先国的南部人呢，第一个具有这些华人，肯定具有美丽。那事实上，或许刚刚有讲过，这个当说共的时候，那边安安有冇好安感觉？自信上让人一点先消掉了，还是讲我感觉听？因为咱话主要还是在所在，还是讲这个事，我这是在大调调的对吧？所以，但是或许你是听看了这个讲题，或许是这个讲题，我这个感觉都共的感觉呢，我感觉呢。我来讲吼，好好啊，做好我的信心。所以咱修道上要应用一下，就是讲心存自己。好多讲心，心念修罪嘛吼，心念自己，是吧？心存主义，讲自以为是，然后一概一言一言，那么安尼讲，我就会有法偏安侥幸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？念念无助，哦，得去再当念念。圆满啊，这圆满啊，哦，两两该是圆满的就对了，哦，还不错嘛，所以讲，就看这两年是，所以讲，无主家庭这本钱，你世间生活好久，咱是关注一切，连一切事情都是喜，啊，面向为公，不是错害，不是喜欢，就讲，那我说就对了，哦。就算讲在世间上，你讲做一摆，还是讲咱无教人嘅，吼、哦，那甚至讲在言语上有所发表时阵，吼、哦，咱拢连续性嘅来不好，不是朝拜，吼、哦，咱拢连续性嘅，那就叫无所执着啊，咧，干起来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一旦水也能够深啊。一切都还随缘的哟，所以我们今天的道场里面，我们在乎的是什么？有的人，比如你犯了多少的道啊，你度了多少的人啊？我们现在，然后再来的时候，当你修修，我们有成就多少的众生，多少的道亲这样子，啊，很少的人呐、啊，他会反问自己说。我们的心念有多少？那你心量有多少？你是讲这些？那你心量有多少？好、哦，那你心量如果我们的心念大不大？哦，那你包容的，那你包容有多少？那做代志呢？这，咱在咱修行者来讲呢，那很多都会包容他们心存的，就是这种观点，非常重要的包容。教化有点心在里面，那么不这样说，我们的头那念头让人也有，好，就讲我气压也好，情况那别人有别意的也好，那讲啊，这个情绪啊，讲安尼样样变哦，啊，迄个就是无迄个迄个，切开了嘛，吼，就讲啊，切开了，那是这个动的，好难干的。但不到底，但不到底，哦，那大家都把这个修完，是相当能够重要，叫心。所以我们的心念不要太多，我们的心量，咱的心量一定要够多，保有力一定要足够，哎，对，哦，所以这方面我们来讲，修行爱上地位关键。修行要常智慧关照，才能走出心与境的迷失。你说，一旦你要是有心跟业力的约束，那再一旦察觉自己的弱点在哪，上干，去化解掉，但感觉心与境变了。所谓这个心与境的迷失呢，是说。
性命是是这个属于的书吼，是讲心甲性命为书的时候，咱的心已经不在了，哦，有干净了，咱的心已经不安逸了。那么咱要安装一个改结构进来，心哪安逸？哦，那边是那无地呀，咱都无法度把这个心用这个心来灵活，所以咱要安装一个结构进来。那么咱的心那是迷失无去啊，哦，就真正容易去哦，这个外境来把咱干扰，把咱牵引，哦，所以不管平常。三修有真正真正是种种的这个化解麻烦多出来，所以讲修行来说，重点的然后就提现在跟你后续，第一个就是化烦恼为地位，麻烦恼为智慧，化有心，有心为用心，就是讲你这个心用在什么所在。哦，你有这个心去思想说不行的代志，不应该做的代志，把这个心呢，结果转来用在咱家己需要用的所在。哦，为着咱以后要咱去开拓，要咱去发展，要咱为着心来不损害。哦，化忧心为忧心，来讲你有一寡其他的注意迄个事宜。大家讲咱尽心尽力，为提升奉献。那所以说我们呢一定要往内观，往内观啊，往内观啊，是往内观啊，这样的察觉到我们的弱点是什么，买单你知影讲，咱修行的重点在于多边。咱若有往内观呢，哦，咱定来讲，我定来拢看法，安怎伊看安尼，哦，啊，家己毋知影讲咱个结果是伫个什么所在。所以讲，往内观，哦，这是一个心境上的一个问题，啊，是一个境界的问题，哦，我们有没有那个广度？Let's go.